影剧焦点先来看的是日本男星福山雅治，这一次呢在小巨蛋开唱。其实呢，原本这场演唱会2011年就要举办，但是呢却因为3.11大地震延期了。不过美国男福山雅治他开心承诺，一定还要再来台湾开唱。一刷下去，这首歌的前奏让全场歌迷热血沸腾，因为大家都想起日剧前立略的汤川学教授。大家好，台湾，我回来了。用中文打招呼对福山雅治来说已经是小 case， 因为他还唱了自己写的中文歌。希望就如同希望，微笑的心啊，为迷路的眼睛幻想，看似苦笑的罪恶，对我们来说却是唯一。你就是我的希望。愛としていたのに、春はやってくるのに、夢は今も夢のままで。演唱会最特别的，莫过于荧光棒会跟随音乐旋律变换颜色。亚洲巡回第一站选在台湾开唱，福山雅治还成为日韩歌手中第一位在台湾开四面台演唱会的艺人，票房开出9成多，进账4000多万，让福山雅治当场承诺日后绝对会再来台湾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、谢谢大家台湾。また呼んで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台湾。その時は1日じゃなく2日3日やら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台湾。UDTV 综合报道。